我是白方凯，今年34岁，来自吉林省柳河县，现在是武警辽宁省总队2支队6大队大队长。我出生在军人世家，姥爷扛过枪，爸爸当过兵，叔叔也参过军。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当兵。1999年，我第一次穿上军装，成为了一名武警战士。当时我觉得我的梦想实现了，但父亲告诉我，要想成为一名合格军人，我的路还很长。入伍临别时，父亲送我一句话：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吃不了的苦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挺一挺就过去了。17年的军旅生活，我牢记父亲的叮嘱，先后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比武21次，实行反恐突突、重大安保、抗洪抢险等重大任务几十次。这其中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伤，流了多少血和汗，只有我自己清楚。我觉得这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来，进入吧，等等，等一点。战友们背地里叫我魔鬼教官，因为每次训练我都一步步挑战着他们的极限。毕竟一个人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颗钉，只有在训练场上练出过硬的本领，激发出血性，才能带出一支勇士的队伍，形成十指莫悬的合力，一击制胜。我是白方凯，讲述军旅故事，分享励志人生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军旅人生。在武警辽宁省总队的战友口中，白方凯有一个响当当的外号，叫得奖专业户，只要是条令上有的奖项他都拿了个遍。可是当记者第一次见到白方凯，想要看看他获得的证书和奖章的时候，他却卷起了裤腿，亮出了小腿上一道长长的伤疤。他告诉记者，这才是他最为真实的勋章。每天早晨在6大队的训练馆里，白方凯都要训练1个小时的拳击。日积月累，他不仅手心里长满了老茧，就连手背上也磨出了老茧。他那是后颈的老茧，你经常磨，经常磨，你出一次血，完了之后又蜕一次皮，然后又长出来，变成一老茧。就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回家的时候，有朋友都问我：“你这是猴子吧？这是什么玩意儿？”这是，我说这是茧子。别人都不相信，他说你这个干部军官怎么可能还能下大力这么去训练呢。白方凯1米7的身高，体重只有120斤，常年高强度的训练让他练就了一身肌肉块。然而就是这个小个头的大队长，却让武警辽宁总队的很多人都心生敬畏。他的拳头总是那么硬，总是那么疼，因为我们每一次都在对抗，互相在对抗。他拳头有多大的分量我们知道，只有他把自己练出来之后才能够让我们去跟着他走，要不然他没有说服力。那个满手的这种老茧，这个给我印象特别深。那么这样的干部，这个在基层是吧，他带出的兵才是过硬的兵。2004年参加过多次侦察兵比武，荣立过2次3等功的白方凯，被保送到武警济南指挥学院，实现了自己儿时的梦想。在这小时候啊，我母亲总逗我，说你小时候长大想干什么呢？我想当那个军官，想戴大盖帽。经过2年的军校学习，白方凯被分配到反截击中队担任排长。报到第二天，他就迎来了全中队的5公里考核。一直以自己身体素质为傲的白方凯，这一次却在90个人当中跑着个倒数第7名。白方凯决心把自己归零，
苦练军事素质。每天白方凯都加班加点的练，连上厕所前后的一两分钟他都见缝插针做几个引体向上，就连跑步扭伤了脚踝他都不愿意请一次假，就一直坚持踮脚跑，就疼也跑，但是那身上汗棉袄棉裤嘛，棉裤都湿透了，他咬牙坚持。过了几天那个筋包啊就这么撑回去了，我也没上医院，就撑回去了，就好了啊。我也感觉原来就是没有什么不可能，咬牙坚持，就是男人嘛，对这个狠点死不了，性格里有一种血性啊，那时候就有一血性，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，感觉自己不行，那我就咬牙，别人都做到我也能做到。白方凯身上有一种狠劲儿，小伤小痛从来不当回事儿，就算是伤筋动骨也能咬牙坚持。2006年年底总部下来考核时，白方凯在过特战300米障碍时意外受伤了。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，原本呢就是这个动作可能做的要是很平稳的着陆，那为了图快我就必须飞过去，就是越过一个障碍物。他在这个冲的速度非常快，在越障的时候就磕在墙上了，磕在墙上当时腿就肿了，就是太好胜心太强的时候，就是导致拔个的左腿折骨折了。所以他一直咬牙坚持着，一瘸一拐的把三百米障碍一直跑完，而且还合格。那回来下来以后直接就倒地了。骨折后白方凯竟然拖着残腿完成考核，考核结束后去医院做手术，他才第一次感到疼。由于白方凯是抗麻药体质，整个手术过程他清楚地体会到什么叫做刻骨铭心的痛，就非常疼痛了，那就是刀与肉的这比拼了啊，刀肉的比拼了，当时特别疼。当时医生说了，你要疼你就喊两声，我说不能喊，军人来说多丢人，出去喊就要坚持。手术的疼痛让白方凯提醒自己一定要养好伤，以后训练要多加小心。可是一听到训练场上的呐喊声，他的心又痒了。没等彻底痊愈，白方凯又冲进了训练场。哎，你们加油啊，加油啊，你们真好啊，真好，你们有力量吗？有，快，哎，快。高强度的训练让白方凯的体能提高得很快，但给他的左腿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，创伤性关节炎。直到现在，只要训练量强度加大，他的左脚踝就会浮肿。就是严重时候，我的鞋啊，就是穿的时候，就是现在两个脚踝就不一边粗，有时候把鞋带就都松一松，松的特别大，鞋带放特别长，把鞋穿进去。每当疼了、累了、难以坚持下去的时候，白方凯就在心里反复默念父亲送给自己的那句话：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吃不了的苦，男子汉大丈夫挺一挺就过去了。有时候兜里随身揣那个小辣椒，就是实在是就需要那个增长力量的时候，就是需要激情的时候，我就嚼一个，嚼嘴里弄嘴里嚼一嚼就来劲了，就跑一跑。我就想这么训练的话，你就说块铁得练成钢了吧。直到今天，在武警辽宁省总队里，34岁的白方凯军事训练成绩还是数一数二。在战友眼里，白方凯不仅拳头硬，骨头也硬，是一名响当当的硬汉。他的左腿上那道长长的伤疤，就是让人肃然起敬的勋章。我是白方凯，今年34岁，来自吉林省柳河县，现在是武警辽宁省总队2支队6大队大队长。我先后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比武21次，实行反恐助突、重大安保、抗洪抢险等重大任务几十次。战友们背地里叫我魔鬼教官，因为每次训练我都一步步挑战着他们的极限，毕竟
一个人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颗钉，只有在训练场上练出过硬的本领，激发出血性，才能带出一支勇士的队伍，形成十指握拳的合力，一击制胜。我是白方凯，军旅人生正在播出。白方凯，伤疤是我的勋章。2008年，白方凯升任中队长，第一次带队参加全国武警特战分队比武。白方凯精挑细选了10名战士，并提前半年奔赴北京，到武警特警学院集训。然而比武开始之后，一名队员由于紧张突入房间射击的时候啊，误中人质靶，在这个项目上得了0分，直接导致这次比武的失利。这一枪也像击中白方凯的内心一样，让他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极其自责。白方凯的性格一直是从不轻言放弃，绝不服输。然而第一次带队比武就出现了如此重大的失误，白方凯心理压力巨大。那段时间他白天不爱讲话，晚上难以入眠，睡不着，根本就睡不着，就没有觉可睡，就感觉像无法面对江东父老那种感觉似的。对，回来以后都是，当时回来以后我们单位啊，就是也是虽然没取得成绩不是很好，也是夹着欢迎了，但是哎呀，那一瞬间我们从营区门口走到营房门前啊，有150米长的那段路吧，太复杂了。他给我讲了一句话，这个让我记忆犹新。他说打胜仗是军人存在的价值所在，在战场上只有第一没有第二。哎呦，就这句话我觉得就透着骨子里头有一种求胜的那种心切，有一种想打胜仗的那种欲望。从此在训练场上，白方凯比以前练得更狠了，对队员们的要求也更严了。咱们在进行上训练同时呢，咱们大家要注意这么几个几点关键环节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要重点注意咱们手脚的配合。下面呢，我为大家做一遍示范动作啊，重点观看我的手和脚臂应，还有我踏的位置和高度啊，大家要注意观看。白方凯有个习惯，每一次训练他都要第一个上，给大家亲自做示范，所以他总是一边布置任务一边活动身体。白方凯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，他能做到什么程度就要求队员做到什么程度。到任何时候我都敢于叫响，看我的跟我来。有一次我跑5000米掉队了，你就可以不跑5000米，有一天晚上我不查岗，你就可以不上岗。我说到我做到，加油！你可以告诉你坚持不住了，可以吗？能不能？加油！这样高强度超常规的训练，白方凯带领队员们坚持了2年。背地里队员们都叫他魔鬼教官，只有白方凯心里清楚，在这副魔鬼面具的背后是他满怀愧疚的内心，他在等待一个重拾信心的机会。来，接住我！来，来，加油！兄弟同心，齐力断金。嘿，2010年，武警部队举办第一届魔鬼周考核，难度极大，白方凯觉得机会来了。在5天5夜中，身为队长的白方凯要带领4名队员完成200多公里范围内的47项考核科目。然而，考核刚刚进行到第2天，在一次搜索射击时，白方凯就被一块锋起的飞石打中了左胸。当时根本射不出来，有受伤，根本也不到膛。后来我感觉我这钻穴里面怎么有点黏。稍微有点潮，怎么有水？我像汗水呢？不是，我顺着腋下那血淌到我钻穴里了，才发现啊，这块就被炸伤了。由于在野外没有条件，也没有时间缝合，
为了防止感染，白方凯只是简单的包扎了一下，就又回到了考核队伍中。我当时为了赢，就是那个治愈这种疼痛吧，我随便拽了个树棍，我记得是一个树枝，我就咬在嘴里，咬在牙里一直坚持下来。虽然伤口隐隐作痛，但白方凯一直坚持着。他知道队长是一个队伍的灵魂，为了不影响士气，他决定隐瞒伤情，咬牙坚持到底。我的想法就是，军人嘛，就是宁可流尽最后一滴血，也要经过战斗，这就战斗精神，死也不服。就这样，白方凯忍着剧痛坚持了三天。最后一天考核的科目是要徒手翻越长城，那一天雨特别大，路特别滑，面对70多度的山坡，白方凯和队友们通力协作，在3个多小时之后，终于成功登上了长城之巅。那是我女儿，会叫爸爸。恰巧那天是我的生日，我在长城上最高峰，接到了我爱人给我发了一个短信，就是女儿祝生日快乐，会叫爸爸，怎么一段语音视频。哎，我特别高兴，那天这个动力啊特别强烈，所有的科目全部第一。5天5夜的魔鬼训练，白方凯忍着剧痛完成了任务，和其他4名队友一起获得了勇士勋章，他也收获了左胸上的又一道伤疤。在接受领导颁奖的过程中呢，大家都非常激动，这么多天的魔鬼周经历啊，让大家回想一下子都特别心酸，都哎呀，眼泪就不由自主就流下来了。把荣誉把奖牌举起来，全连队的官兵都嗷嗷叫啊，大家都高兴嘛，整个连队嘛，翻身，这几年就是翻身仗嘛，这些东西都是从我身体取出来的，有过亲密接触的。这是钢板，这是06年参加反应级考核的过程当中，造成腿骨折打在腿里的。而这个呢，就是跳弹，这是在14年是反应级跨区检验评估的过程中，在准备训练过程中，这个跳弹把我这个眉弓打伤了。打伤之后呢，就挺好笑的，就是中队卫士颁奖的当天，我把线拆了，就上午那个拆的线，下午颁的奖，这两样东西我一直保留着。我感觉这是个激励，这也是一种不服输精神吧。2015年，白方凯升任大队长。回顾17年的军旅生涯，白方凯收获的荣誉证书和奖章摞起来有1米多高，但他最为珍视的却是印在他左腿和胸口上的2道伤疤。我感觉军人吧，就是。你要说是不受伤是不可能，我感觉军人有点伤疤是一种荣誉，我感觉特别像我们特战分队，就感觉经过有这么个经历啊，是个财富，就这个人生还有什么苦跟他来比，还有什么艰难能挡着我的前进的步伐。在白方凯眼里，这1道伤疤就是1枚枚珍贵的勋章，他记录着自己曾经的付出和努力，更鼓舞着自己不畏艰险再次出发。打铁还需自身硬，男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。在白方凯身上，伤疤远不止这2处，每次受伤他都会设法瞒着妻子，怕她担心，然而每次受伤都瞒不过妻子的眼睛。看他身上又添了1道伤痕，白方凯的妻子只能装作不知道，她懂得丈夫对军营的热爱，也更加珍视丈夫用热血换来的1枚枚军功章。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预知更多最新军事动态，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，登录中国军事网，你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中国军事网 APP， 关注军旅人生微信公众平台。明天的节目我们将给您讲述一对夫妻在军校比翼齐飞的故事，期待您的关注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，再见。他们是比翼齐飞的夫妻，13年相辅相携追梦军旅，用从不止步诠释不断奔跑的爱情。他们是授业解惑的教员，2项训练成果满园桃李。
以身体力行阐述军事体育的魅力。军旅人生下期为您播出，陶德洲、张帆，爱是与你并肩行。